Come down！ 哎呦，哇老，是哪一个人弄这个陷阱洞哦？哇老，我，既然你诚心诚意打发姊妹告诉我，我就打发姊妹告诉你。为了防止世界破坏，为了防住世界的和平，完成爱曾经的邪恶，可还有反派迷人的角色山顶猫山王阿龙。我们是穿梭银河在传说中的山顶猫山王，白洞白上明天等着我们。喂，叫我下来。不行，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。It's a prank。 说 It's a prank 啊，我一定要 prank 一下。啊，快点快点快点啊，肉哎，收咖喱啊，收咖喱啊，喂啊，有人踢馆，好，我去谁的，我准备拉卡唱，哎，收咖喱啊，啊，站少瑞穗，你来拍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真是啊，那个阿龙啊，居然特地有事没有事做，居然特地踢馆啊，哈，真是啊，阿龙居然忙了，就不我 handle， 哎，好了，去做 action。黑白帝王战友，我是战神瑞瑞。那今天做我们的 anime 实验时候到了，愚人节是，你不怕愚人节的话，你可以按这个红色马灯，是不是跟他一巴大大就爆下去，你成为新战友。好，这一次我卡的介绍就是，落血。落血是在首次登场是在游戏 DM。而游戏他们一伙人啊，他们拯救海毛要去玩冒险游戏，而且他们要得到那个药剂啊，要跨沙漠才可以。幸好孔雀舞了，他做卧底直接拿到那个药剂了。于是他们逃跑，然后陈志林他们讲 It's a plan， 那些家伙、啊、直接一个落线把他们跟他讲坑爹呀。 James 也是有出现，是在镜里面呢还是也是有这个卡，连 Rush 也是有哦。落雪发行为 Legend Blue Eyes White Dragon， 就是青眼白狼传说，它的效果跟动画差不多一样。到最后是攻击力1000以上怪兽或者是反转召唤成功时，以那只一体的怪兽作为对象才可以发动，以那只攻击1000以上的怪兽就破坏。这是第一张唯一的发行必方卡之一了，要是一下怪啊，就马上给人家落雪一个马上就拜拜。我介绍落血哦，相关系列卡吧。奈莫尔落血，若对方召唤反转的或者是特征之后时，将那张攻击1500以上快速破坏除兵除外。这卡要是假设啊，对方是召唤救援兔，过后呢发动它效果，再召唤他另外一个普怪的话，直接开一个落血，两只怪兽直接除外。坑爹呀！只是落血就不同，因为它是针对一张一只，但落血可以全部破坏。重右落血，这个回合特招对方产生快速效果才能发动，这个效果无效并破坏。沿着落血，对方召唤反转到或者特招快速成功发动时候，只要那只怪兽在场上存在，攻击力变成原来的一半。顺流的落血，以一只手臂表示表示才可以发动，将那个怪兽变成手臂表示，手臂2000以下坦克破坏，攻击2000高坦克就变成手臂表示。一次也落血，对方把一只怪兽手臂表示。买这个粉才可以发动，掉脸那只一只怪兽破坏并除外，大落血。要是怪兽特招两张以上时才可以发动，将场上全部怪兽破坏。假花落血，既然目的没有陷阱卡存在时，以场上两只怪兽作为对抗才可以发动，那些怪兽破坏。圣黑的落血，如果是五星效果怪特招场合时才可以发动，那些五星以上怪兽并除外。熟练的落血，对方把攻击力2000以上怪兽特招时才可以发动。将那只攻击力2000以上怪兽无效并破坏。时空落血，对方手牌或者是额外卡组把怪兽特招才可以发动，从手牌额外特招那时怪兽回到自由的手卡组，那之后是去回去什么怪兽攻击力1000分。卑鄙的落血，对方把怪兽手臂表示特殊召唤才可以发动，将那只手臂表示直接除外。穿刺的落血，这个回合召唤或者是特招对方
攻击眷恋才可以发动，将那只怪兽破坏，给予对方那只怪兽原本攻击一般的伤害，无敌的肉血，到对方召唤反转召唤特招成功才可以发动，那只怪兽变成锁背表示，将这个效果变成锁背表示，就不能更变表示表示的怪兽，绝缘的肉血，连接怪兽连接怪兽成功的话才可以发动，将场上不存在连接状态怪兽全部破坏，电网肉血，对方从卡组或者是墓地把怪兽特招成功才可以发动。将那个怪兽，将那只怪兽测表示除外，就是该遮啦。珠宝落血，技场上表示表示是水族，而且三字场合，当对方怪兽召唤特殊召唤才能发动，所以对方一只怪兽表示存在时，八 C 以下才可以破坏。如果你要反抗这种落血，有两种，第一是哥布林的埋血部队，当这个成功召唤时，定表的话十万，当这个卡存在表示存在时，召唤反转召唤或者特招成功时，当你的落血陷阱卡不能发动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从幽魔，当这个卡不说名字是动或者是落血，通常陷阱卡效果影响。不过先大家说明一下，可能有些人不会玩游戏王啊。通常是召唤过程的时候有三种，像召唤、反转召唤或是特招时候啊。如果有时候不信啊，给奈落那些坑爹啊，就头痛。如果你是有登场的触发效果啊，会遭殃跑。就比如说你下怪有没有事情，有落血，然后你就触发那个效果咯，就算落血坑爹时候啊，你还是遭跑了这个效果，因为破坏并不是无效。如果你是很幸运啊，对方说没有事情就很幸运啊。不过呢，如果有时候陷阱啊会有不同方法来发动啊。以上是落血的讲解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，如果你超越终极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我看，如果你是这个人喜欢什么记得按小文的，你在下方 comment 给我，谢谢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法算不会咬人的，如果还是你是跟我讲，我就使出我的落血，他就跌下去，他就乖乖听话就可以了，没有开玩笑吧。好，大家们幸运吗？ Ciao。 如果您还没有开始加入我们游戏王交流区，是不是不用紧，这边有一个最板的，是不是跟他一把大的也喷下去，你就成为我们游戏王的朋友了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被签爆的话，不用紧，跟着念我的 Rules 吧。第一，禁止吐槽成为发的图。第二，欢迎玩正版和翻版的玩家加入。三，违规的只发出一次的警告信，第二次就马上就拜拜。第四，可以买卖群的贴，但是三天内啊一定要撤下。五，别在群里游戏王之外的东西，谢谢合作。六，本局接收 OCG 或 TCG 的发帖，解决 Rush 就有关。以上是六个规则了，如果你不想切 Boss， 乖乖给我听这个 Rules 吧。好了，等你们加入吧，拜拜 ，Ciao。